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小二的第一天，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吃早饭啊，这个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小花园，然后我的小伙伴们还在那边收拾行李，他们已经吃完了，去收拾行李了。然后我们今天吃完的话，八点钟集合，然后我们就出发。对，那要不我们分开？包都在的呀，包都在了。那要不我们分开？这样吧，你们俩，你们，我们。Turn to number five.What's up inside to number three? Five? Up to number five. 这前面扬起来的都是沙子和石头。它这个窗玻璃应该是石头弄上去的。马赛的小屋子。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第一个什么唐治瑞亚公园，然后下来、隔壁车。Oh, that's why in Chinese, in spring.你笑什么？我想拍照。Do not be,对的，我住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个声音是。Oh, another thing. Maybe it's the snake. The snake. Yeah. 有狮子或者花豹，就在我们的酒店里。哇、oh, ，amazing.我们的酒店，这是我们的 reception。他给我们送上了这个。Thank you. That's a banana colada. That's another color. Thank you, guys. That's another color. 这。A little for you, this one. No, we have something here for you. Ah.For you. Yeah. And here, so we have a dryer. Oh, nice. And this这我怎么闪？我脸都看不出。我帮你啊、哦，这个要拿手电筒。等一下啊、哦，我给你等照。我准备把这个锁起来。这锁起来很麻烦吗？这三个都给扣上。哦，这边它先打开。那你把这个拿一拿。这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狮子豹子了。不会。是谁呀、啊？导游买。中国人。哦。张宝。嗯，张宝。Are you here to guide us to the cafeteria? Are you taking us to the cafe? 上都是星星，就这边亮着，全部都是星星。我这破手机拍不出。Wow, that looks amazing.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六点多钟吧。然后这边后面太阳已经快升起来了，所以这边还蛮亮的。然后他又在给我打光，你打光，灭掉我试试看。这光，哦，也还可以。是啊。嗯，可以看到我后面的朝霞吗？这个 video 拍出来怎么那么亮？其实没有那么亮。是啊。这是其他书。我们箱子。被他们扛走了，这不是我们的箱子吗？他拿着我的衣服，还背着我的小包。嗯，我们在这边吃饭。那我们一会儿就统一把那小包放在箱子里。